共产党从包括习近平包括毛泽东，他没有一个个体是可以安全的，但是他可以让所有的个体不安全，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恶。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他一定利用你，一定找到替罪羊，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啊！这就是共产党在毛泽东说的七年八年要搞一回，三五年一小搞，七八年必须搞一场运动，不搞这运动这执政就没了，搞运动就是灭口换新茬子，重新分配权力，重新分配利益啊！所有武汉的什么这个 P4 研究室都得给你灭了，但是他给世界一定是，当你我撑不住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这真的是人工的，这不是我弄的，这是他弄的啊！他一定说这是人工合成的，但不是我共产党，我没做这个决定，你怎么能找出我做决定啊？证人周正立、郭德银说想说这是我领导，还没等说的吧唧一巴掌脑袋没了，脖子以上砍掉。